家好，我是部落隔壁老迪哥。我们今天讲一下，关于这个黄油龟长得快和慢的区别。怎么说呢？这个也是黄油龟有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：怎么让它长得又快又好看？这个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就像你开车一样，你想这个车什么路都能开，开得又快，你又想它的胎不磨损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是吧？因为乌龟这个品种，它的那个所谓的龟友说的好看，就是它的背纹啊、壳的纹路啊、颜色呀、这些。你如果长得太快的话，它那个纹会很宽，是一样的，就像人一样。你如果突然我1.5米的个，突然给我拉到1.9米，是不是我很多地方的皮肤都会拉得绷得很紧，是不是不好看嘛？是不是啊？一样的，它如果长得很快的话，它自然就会纹就会宽，那宽的话，很多龟友就觉得这样不好看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现在怎么说呢？现在社会其实也比较浮躁，就是很多很多的龟友，我们都碰到了很多很多的，就是想让它慢一点。我们这边10年才成年，还是我2-3年我要把它搞成年。又让它好看，那个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这个是不可能的，两全的事情啊。当然很多龟友他追求的是时间无所谓，我就是慢慢养，要把它养得好看啊。那肯定了，它因为它长得慢，它那个纹路就比较细，它一年一圈，3年5年10年之后它就比较好看，就像龟友所说的形容的刀口纹啊。那是因为它长得慢，它的年轮它的时间周期比较长，它这个叠加慢慢的叠加出来的比较细，而且它的那个浮雕效果比较明显。那你说它如果一长得快，它自然就宽嘛，对吧？它一宽一细，一宽一细的，你有的时候长得快，有的时候喂得多它长得慢。然后有的龟友就是，但是那种龟友他不是追求的这个啊，有的龟友他是我只要我的龟健康就可以了，哎，我看到它饿了我就不舒服，就是我就要喂它吃，吃好一点，长得快嘛无所谓，反正我就是把它当宠物养，我就让它吃好一点，这个也可以，但是不要营养过剩太单一，还是要营养均衡一点啊。这种龟友呢心态就比较好一点，我只要它陪伴我就可以了，健健康康的，对吧？那这种龟友的话，你就主要注重那个营养均衡就可以了，你想喂就喂吧啊。当然呢，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低温呐、温差呀，在春秋季啊这些时候啊，要注意一下，夏天的时候。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喂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关注，有问题的朋友请私信或者留言。